如果不聪明，你们还会爱我吗？爱。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X 的谢天一，谢谢你们来看我们的公演。耶！谢。说到演唱会最感动的是，其实应该可能就是以前都是自己在下面看着别人，然后。终于有一天自己也能在站在那个那么大的舞台上，然后就觉得特别感动。然后谢谢大家，耶！